进去了。我的两只鸡呀，第一次用烤箱做烤鸡，闻到味儿了，可香了。妈，我去，靠后点。它是不是这面都熟了？用的太高。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怕里边不熟，然后现在把它切开。哎呀妈呀！熟应该是熟了哈。来，进锅，走你。然后再十分钟左右吧，看一下我烤的鸡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海霞。海霞有好久没有在家里做好吃的了，这次是我用家里边一些调料腌制的一款小烤鸡，也是第一次用烤箱做的这个烤鸡。虽然是刚开始的时候火候有点调得高了一点，卖相不是很好，但是应该是能吃的，我们试一下吧。今天做了一点玉米汁，然后放了一点淀粉，然后可以放一点糯米粉也行，如果家里没有的话放点淀粉也可以的。然后最近挺喜欢吃这个的。我们开始吃鸡啦，吃鸡吃鸡。还是有一点焦，说实话啊，入味儿不是特别的好，因为我没有提前拿针扎它，我老感觉太麻烦了。可以，朋友们，如果你经常在家里做饭，都会不会喜欢买一些调料，拿一些厨房用品，特别是到年底了，商场里边有好多有促销的，然后你家里有好多快过期的调料，你也可以腌一点什么鸡肉啊、猪肉啊，搞一点特别的味道的，我觉得也不错的。我今天还没有吃饭呢，所以说我能多吃一点。反正就是好吃，这菠萝盖挺好吃的。最重要一点是，我们烤之前，腌好了之后，准备烤的时候，抹了一点蜂蜜，所以说有点甜的感觉，很不错。烤这个鸡呢，最费什么？最费手，因为什么？提前你要腌料还好。但最后你打理烤箱的时候真的很麻烦，所以说除非你有很大的把握做的特别好吃，每一次多做几次，否则的话不要在家里做。其实也不建议买烤箱了，烤箱太麻烦，除非买那种小型的家庭用的小型的，或者是家里条件特别好有人帮你打理一下，那还好了。我不太喜欢吃鸡胸肉，鸡胸上面就比较味道更淡一点，比较柴，所以说我喜欢吃鸡腿鸡翅吧。我估计你们也喜欢吃鸡腿吧。好吃，真的真的好吃。吃的干净了，不能浪费。我爱做饭，但是我真发现我不会做饭。我现在做来做去，我们家人都讲了，味儿啊，真不如之前了。我还喜欢饭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我做这个东西喜欢持续的做下去，但是每一次做的都不如第一次做的好吃，或者是说我们家人的嘴都比较刁了。最近这边的疫情也比较严了嘛，本来是打完疫苗以后想出去走一走，但是说实话胆有点小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为了家人的健康，
没啥事找出去，实在想吃的出去打个包回来，我觉得不错的，我的食欲还是蛮好的，在能吃的时候能吃一天，一天不停嘴的吃。